11年的这个10年的 C6 啊 ，BGW 24发动机啊，刚从这个别处大修完，说这个车有点抖，稍微有点震，啊，稍微有一点儿，也挺明显的，开着什么是没有，啊，车辆也没有什么故障码，啊，后来是我们哪儿都检查了，都没有发现毛病，后来就是跟车主协商，我放下车来看看，检查，现在检查一堆证实，尴尬了。这他妈平轴正时不对啊，应该是在这有一个眼儿，我东西插在这里边，这它直接在下边，打盘它在下边，啊，这上面我们这个都是盘好的，这个眼儿是这，哎，这活干的是不知道这个正平轴正时这个还在对正时啊，还是忘对了，这是，哎，要命。